我是极简主义者，真的，嗯，你可以极简到什么程度？嗯，哦，就我不用卫生纸啊，然后我只用清水洗澡，然后我不化妆，不用化妆品，也明明就有擦口红，对，明明就有妆，那是秀唇，但是我就不使用保养品跟化妆品，完全全。上厕所卫生纸是也不用哦？在外面会用，但我在家里就是用水洗。我卫生棉也是用布卫生棉，所以大便就是用同一个布一直擦一直擦，然后擦完再洗，是不是？洗脸的跟擦屁股是不分开的条吗？今天这个节目是不是离题了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复习啊。Nana Q 很红啊，大家一定要真的，你们都认识我啊？认识，上面有写啊，没有了，本来就认识。可以极简到这种程度，很厉害哎啊！所以你要一直维持下去，是不是？嗯，蛮喜欢的，我会继续维持。